德国总理叫咩名 ？A. 安格拉默克尔 ，B. 安德鲁默克尔 ，C. 安克芬默克尔，梗系 A 啦，你当我傻嘅咩？回教信徒一日拜几多次 ？A. 四次 ，B. 五次 ，C. 六次 ，B. 五次。香港嘅面积系由几多个岛组成嘅 ？A. 十三个 ，B. 六十七个 ，C. 二百六十三个。估啊 ，B 啊 ，No。C 啊，系啊，嗰啲咩龟背岛都系一个岛，所以其实好鬼死多噶。二次大战希特拉点死嘅 ？A. 吞枪自杀 ，B. 敌军谋杀 ，C. 服毒自杀 ，B. 敌军谋杀。No。系啊，服毒啊。No。系咩？哎死啦，我真系唔知啊。TVB 嘅那些我爱过的人嘅女主角系边个 ？A. 黄翠如 ，B. 唐诗咏 ，C. 李佳芯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大佬冇睇过啊，斋估嘅啫。我识佢三个是边个？李佳芯都是很问水，都是最近啲新闻才识噶咋。唐诗咏啩 ？No， 我不知道啊，大佬真的估嘅啫。李佳芯啊 ？No， 都不是啊。哦，咁冇计啦，黄翠如咯。